Hello， 好，你今天呢？那个早上的时候电仔在，现在下午就把它抽掉了，这样。然后他有这个尿垫，然后他的窝子，然后还有他睡觉的地方。来，都装这个监视器，就是在爸爸的手机里面可以看得到。然后他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傻眼状态，那我先把它抓出来。小妮，嘿，翻滚！小妮过来，小妮过来，让我抱一下嘛。哇哟喂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让你出来。拜拜，拜拜。嘿，出来吧！噔噔噔噔，有了！嘿嘿，坐下。很乖很乖，它尾巴，哎呦，看我这边，它白色部分算蛮多，这是咖啡色，然后这边有点黑色，有点臭臭的。早上还看到他在那个垫子上面大便，应该都把它收起来呀。嘿嘿，你有没有跟大家打招呼一下？今天感觉韩妮比较没那么有活力，那就明天见喽。